佢哋话咁样系民主运动，轮到佢哋自己呢啲就叫做国会山骚乱。佢哋话呢啲叫做和平集会，轮到佢哋自己呢啲就叫做袭击警员、串谋煽动叛乱。佢哋话呢啲人系斗士，喺佢哋眼中，呢啲人就系暴徒、极端主义者。香港警察执法，佢哋一嚟就话滥用暴力，对住美国警察，佢哋就话系正常执法。香港警方拘捕嘅罪犯，他们要求立即释放。联邦调查局拉的疑犯，他们就要求必须追究责任。在他们眼中，这样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同样在他们眼中，这样就是本土恐怖主义。奇怪了，为什么什么都是他们讲的？又难怪的，惯了指手画脚，惯晒手势，时代变咗，世界变咗，仲戴住有色眼镜睇嘢，好有问题，要改。